松叶酥糕，肯定有一个是丹青爱吃的。哎，哥，你出汗了，我给你擦擦汗。啊，谢谢。丹青，徐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刚忙完公务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自山也在啊，正好他可以帮你处理一下酒庄的事情，咱们可以放心赶路。啊，我还给你买了些糕点，路上可以吃。哥也一同去啊？可以。你也去啊？镖局最近没有要务在身，我跟丹青处理完酒庄的事情，自然会一同前往府上的。那将军你就先回去，晚上我们再找你会合。不是，哎，等等，程峰，买了什么糕点？有我爱吃的吗？都是你爱吃的。慢走，不送。您的意思是，若山哥哥的死就是罗家所为？若山好好一个人，在罗家睡了一宿，魂就去了。即便官府定论，我也不认，岂能与他罗家脱开关系？杜伯父，你为何不再去找罗家理论？杀人偿命，他们跑不掉的。罗家杀人也遭了报应，罗继达被他最疼爱的大女儿罗爱莲害死，后来罗爱莲不知怎么也被烧死在自家祠堂。报应都是报应，我儿若山十有八九就是被那罗爱莲美色所迷惑，才死在他手里。罗爱莲，我儿枉死，他们家女儿也不得好下场，也算为我儿做些补偿了。罗继达三个女儿，一个死了，一个不知所踪，另外一个也成了酒家女。酒家女啊，听说现在沦落到醉云楼陪笑卖酒。醉云楼的酒家女。谢谢姑娘刚刚替我解围，我叫罗雪儿，今年21，不知该叫姑娘姐姐还是妹妹。罗家，杜伯父，她叫什么？罗继达的次女叫罗雪儿。哎，好嘞。快撒通啊！有人偷东西！放你，撒开！给我，给我，好吧。给我！去你的！算你们厉害！你没事吧？让开！没事。你的荷包，谢谢。我是罗雪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啊。是没想到，你有空吗？我有件事正好想问你。啊，颖儿，方才你说有事情问我，什么事啊？我想问，你是不是聊城罗家酒庄的二小姐？我再问你，我对你可好？当然好了。自从我家败落，我在这里日日受辱，被人嫌弃，他们都当我是下人，只有你待我好。好，那我有件事要问你，你不能骗我。你还记得杜若？
直接定案。原来真相如此。既然罗爱莲已死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宁儿，你会不会因为我是罗家人，以后都不想理我了？我是恨罗爱莲，但我分得清楚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我不会迁怒于你的。谢谢你，宁儿。从小到大，我因为出身都不受重视，身边的朋友也寥寥无几，所以我真的很珍惜能和你成为朋友。我身边的朋友也并非都与我真心交往，只因跟着我有油水。啊，原本在聊城，我有一个一起长大的好友，她是沈家镖局的大小姐，沈丹青。哦，原来你和沈家大小姐是手帕交啊？没错，她从没有想过从我身上获得什么好处，甚至还救过我的命。她是我真正的朋友，现在多了一个你。希望我们能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小姐回来了，您之前给杜小姐订的衣裳做好了，已经送过来了。好，我拿去给她。好。嗯。对了，少主，方才天浩来过了，说徐将军有要事要跟少主详谈，让我将这封信交给少主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那很好啊，之前我还担心呢，因为我这两日要和哥哥出城一趟，怕没有人陪你。啊，那我岂不是好几天都见不到你了？好啦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说说你的新朋友吧。她是醉云楼的酒家女，叫罗雪儿。丹青，你手指扎破了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没关系，罗雪儿。对啊，我今天荷包被偷，就是他帮我找回来的。丹青，雪儿如今只能在醉云楼做酒家女为生，你是开酒庄的，如果有机会，你能帮帮她吗？嗯，好，我一定帮她。你真好。你说罗雪儿搭上了颖儿，她这次又在打什么算盘？还不知道，不过看颖儿的样子，对我和罗雪儿的事情应该毫不知情。这罗雪儿聪明，很会洞察人心，她肯定是知道颖儿跟我的关系，所以想着怎么利用。若贸然挑唆的话，怕是会引起颖儿的反感，到时候鸡飞蛋打。罗雪儿不主动出击，你也不好先发制人，同样也会引起颖儿的反感。颖儿品性纯良，我不希望她牵扯起来，只是她也没什么心机，我怕她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就透露我的事情给罗雪儿。颖儿留在聊城始终是个危险，
未免夜长梦多，还是得尽快将他送走。他来聊城是为了卖玉，若这玉卖出去了，那他也肯定是要回去了。这也是一个方法，我差人扮作游商，将他的玉全都买走就是了。我也去嘱咐他多去集市转转。大小姐，少主，大小姐，事情调查的怎么样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去寻找了萧家的那位老管家，但是那位老管家年事已高，已经过世。如今能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萧家老仆了。这些老仆分家后便四散分离，如今很难寻找，我还需要些时间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辛苦你了，六表婶。看来事情还是有些棘手，我给你多派一些人手，务必尽快解决此事。是，少主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出去一下，我晚点跟你会合。徐将军，约我单独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坐。子商，你我二人有多久没有这样对酒共饮了？徐将军，有话直接说。我相信人定胜天，就算是强求，也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但我发现，感情不能强求。今日我见你跟丹青相处时，他笑得那么开心，我还真是好生羡慕。这句话，应该由我来说吧。你对丹青的感情，他能看得见，而我，至今还只是被他当哥哥，我的心意，他从来没发现过。不对啊。你我二人也算是情敌，这话不该你告诉我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要特意告诉你。假如是路边的阿猫阿狗，我自然不会让他有机会接近丹青半分。可那个对手偏偏是你，你是我值得尊敬、值得开诚布公的对手，所以我也不会耍任何的手段，公平竞争。你还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沈自山，霁月风光，不染尘埃。哼，记得小时候比武，你虚长我一些，总让我三招。这回，我让你一次。来，子山。你这是？路上方便，我哥呢？自杀啊，他先回去了。镖局事务繁多，就不与你我一同前去了。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回去了？我怎么没看到他？许是你们路上走岔了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早点上路，早点找到人回来。也好。谁帮的我？一进我，不对，徐成风，枉我对你推心置腹，居然骗我！沈少主，您醒了？徐成风呢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将军已经出城了，他还托我给您带个信。自山兄，想必您醒来时，我和丹青出城，请安心，一路上我会保护丹青周全。请莫要大声叫嚷，做无谓挣扎。明日一早，天浩会亲自送你回府。自山兄酒量不减当年，若非麻药起效，我也不能将你灌醉。徐成风，你个卑鄙小人！沈少主，莫要白费心机了。将军嘱咐过，说天亮之前绝不可为你开门松绑。沈少主，对不住了啊！要怪你就怪将军吧，
他说你总是以近水楼台之变先发制人，本就不是公平竞争。这么一说，你也不能怪他呀、怪谁呢？强词夺理，一派胡言。徐成峰，你给我进一招。二客官，不好意思啊，通铺都住满了，就剩下一间房了。就剩一间房？这方圆几里也没有其他客栈，要不二位就先将就一下。您二位都是朋友，没什么不方便的吧？啊，就是。出门在外嘛，沈兄将就一下吗？啊。虽然你平时言语有些跳脱，不过确实是靠得住的。因为在意你，所以会时刻顾及你的感受。都怪就怪将军，这跟我真的是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少主，马车已备好，这就送您回去。将军，有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就别让我干了。果然是天生丽质，再朴素的衣服穿在你身上也好看得紧。多谢将军夸赞。嗯，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身为朝廷命官，竟跟一女囚牵扯不清，这到头来啊，连命都没了。是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太可惜，这也太可惜了。如果跟我在一起，他也会如此下场。
戏啊。何青，怎么看告示，脸色这么难看？还是说你犯了什么事，瞒着我呀？嗯？怎么生气了？我去开个玩笑。对不起啊，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？徐将军，我们是来查咸阴水的，玩笑的话，留着以后再说吧。丹青，丹青，徐将军，我都说了，有人在跟踪我们，很可能是怡亲王的人，他们应该也在找咸阴水。得把人甩掉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欧阳先生的地址。说的有道理。少主，您没出去啊？别提这事儿了。你去给我联系一个玉石的买家，给他一些银票，让他把杜颖儿手里那批和田玉全都给买了。哎，但千万要叮嘱那个买家，不要让杜颖儿知道是我们的安排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去吧。没人啊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，他人呢？啊！哎，原来如此啊！我跟他还有棋没下完呢。爱莲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啊！我不是罗爱莲。你怎么不是？你若不是，那你是谁啊？我刚刚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我是沈丹青，之前和陆爱莲来看过您。哎，人老了，记性也不好了。那你们两个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？不是欧阳先生您，可有听闻过咸阴水？没听说过。我这儿有酿酒、烹茶用的溪水、泉水、山泉水，还有这个口水、鼻水、眼泪水，就是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咸阴水。要不您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了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儿，没有精力陪你们。哎啊，欧阳先生，您先别着急。若是我们能帮您解决您的要紧事，您是不是就可以告诉我们咸阴水的线索了？那你说来听听。先生，您一袭白衣，刚刚我们进门之时，我发现您这外衣上沾了一些湿泥。虽说这几日有降水，不过这村中并无淤泥或者积水，很明显，您今天一早上过山。您花甲之年，这一早上山肯定是有着急之事。我们刚来之时，您面色不佳。说明这要紧之事还未得到解决。好啊，你若是当即能猜出来我有什么事情要做，我就答应你。这哼，我还以为你有几分能耐呢。快走快走走走走走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快走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欧阳伯，别浪费我时间，快走走走走走。欧阳伯伯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要不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。你刚刚说欧阳伯伯去过山上，他是不是去摘果子啊？这村庄乃是远近闻名的果乡，你看这周围全是果树。但刚刚在院中
我们并未见到果子。我刚在咒院中看到有个地窖，说不定那果子就存在那儿。地窖？那他这么着急采果子做什么？我刚闻到他身上有酒香，但是口中没有酒气，我猜他自己在酿酒，而这果子就是酿酒的原料。有道理，阁老在信中也提到，欧阳先生也是一位极为好酒之人。跟我来。好。欧阳先生，别把我的酒弄坏。您这酿造月下逢的方式本来就不对，就算您加了果子进去，味道也不对，只会更差。你凭什么下此结论呢？因为我会酿造月下逢。这说话可要有分寸。众所周知，月下逢乃是罗家大小姐研制的独家配方，不可能外传。你又如何能酿的？罗家酿酒，我也酿酒。虽然这月下逢比较难，但若仔细研究的话，并不难酿出。况且，您不是也在研究吗？我，丹青，你可当真会酿？我既然能研制出乘风酒和蔷薇露，那月下逢就不在话下。哼，大言不惭。那要不我们说定了，若我能酿出月下逢，您就告诉我们咸鱼水的线索。那要看看你是否能真的酿出来月下逢。一言为定，机长违约。好，那你赶紧开始吧。酿酒我是不太懂，不过我会下棋。罗老爷留下来的那盘棋我陪您下吧，您啊就放心的把这交给他。你好让丹青赶紧把酒酿出来。来，梁先生。来走走走。你慢点啊。我赢了。还真是好棋啊。还是欧阳先生灵气高一筹，在下自愧不如。哎，我困了，我去睡会儿，就不跟你玩了啊。哎呀。为何我爱莲独会的，你也做的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想先回去。为何你看了罗爱莲的玉佩会这样反常？你怎么过来了？欧阳哥哥呢？他还在休息。哦。这酒的香味确实很像月下，不过丹青，你为何会酿罗爱莲也会配的酒？小友，你在哪里呀？我们再战一盘。欧阳伯伯在唤你，快去吧。Thank you.
小心点啊，这些都是放在自山哥哥书房的。啊，好。颖儿，你这是？自山哥哥，那批玉石全卖光了。是啊，而且还赚了不少呢。那太好了，想来你不日回家，若是将这笔好买卖告知伯父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不着急。这么多的东西，全是你买的？对啊，我颖儿向来不是吃独食的人，我赚了钱，大家都有份儿。而且这段时间烦扰了你和丹青，这些都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，还有水仙、天昊、秦镖师、骆镖师、缪神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徐将军和雪儿，他们是我这次来聊城的意外之喜。那你记挂着我呢，心里可还有杜伯父啊？我怎么会忘了爹爹啊？早就备好了。而且我收了一副五道子的真迹。既如此，还不快速速回家，让你爹爹开心开心。嗯，我想先让丹青开心一下，我还给他买了好多衣服和首饰。哦，对了，丹青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丹青，他还没有传信，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抽不开身。你要是等不及的话，你其实也可以。我能等。不对啊，自山哥哥，你是不是嫌我了？我怎么觉着你在催我走啊？怎么会呢？我与丹青跟你相处甚好，只不过你一个女子在外久了，我担心杜伯父心里会有不安。小姐，你要的这个花我买了好多呢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前丹青屋里放过这个花，我想趁他回来之前给他准备一个惊喜，一会儿我就把这个花去各处都摆上。嗯，我还是现在就去。小姐，走慢点。放哪儿好呢？这个位置好。祭堂，这不是那个毒妇罗爱琳的父亲？丹青呢？怎么会供奉罗爱琳的父亲？这个冰儿又是谁啊？